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44页第一行，32种大丈夫相，这是48愿的第四愿。世间人好像每一个族群里头都有这个说法，贵相啊，富贵人呢一定有富贵的相啊，那么人间相好就是帝王相，特殊的好相，一般人呢都能感觉到啊。那么古印度认为转轮圣王居足32相，转轮圣王之外只有佛陀啊，佛陀也居足32相啊。那么不居足32的，或者当中缺几个相的，那都是些大臣啊，从政的是大臣，在家的那都是高士啊，有德行有学问，富贵人家啊，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。为什么世间成就大事业，成就大功名，必定是多生多世所积的功德。那如果不是续世累积的功德了，这一生当中做不到。那世俗人认为，人间的帝王，他能做到皇帝，一定是过去生中世事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了啊，才能修成帝王的地位。一般大富长者，这一个地区的首富至少也是武士人
啊，拥有财富的，啊，香港的地区首富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过去生中无事积功累德，欢喜财布施，啊，他在得大福。如果是法布施呢，他就学术学问地位很高，啊，受到世人的尊重。无畏布施一定是健康长寿，啊，人中之瑞也，啊，那么转轮圣王可就不简单了。真正是不值千万年的，遇到一次啊！转轮王有没有？有，不在我们地球上，啊，在另外的星球上。称他为转轮圣王，最重要的是他有轮宝啊，轮宝是他的武器。也是他的交通工具啊！我们这个世界有些人讲到飞碟，飞碟就很像经上讲的轮宝啊，它的速度很快，飞碟上有太空人，那个太空人大概是转轮圣王身边的人物啊，派他了各个星球上去巡查一下啊，真有啊，他不是天人，他不是神，他是人道的。如果是天神有神通，他不需要交通工具啊，他有神足通啊，那就更高明了啊。那么他是人，福报比我们这边福报大啊，大福报的人住在的星球，那个星球一定比我们殊胜，科学技术比我们发达啊，所以他有这些交通工具啊，能够控制这么大的佛缘啊，在我们想象啊，经上也是这么说，断能生王，王是天下啊，那个王是统治的意思，四天下是东南西北，好像银河是它的中心啊，银河系这么大的范围啊，它都能够统治它。那么哪三十种啊，三十二种呢？这古印度人说的，印度的风俗习惯啊，各种天人皆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，是为第四月啊，第四月称为三十二相月，三十二种大丈夫相，又名三十二大人相，简称三十二相。此三十二相不限于佛，转轮圣王也具此相啊，《大智度论》第八十八卷里面有啊，讲到佛现此大人相者，因随此间阎浮提、中天竺各人所说啊，则为现三十二相。智度论里面这个说法说得很好啊，这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实在佛，不要说佛了，菩萨阿罗汉都没有相啊，
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阿罗汉也能够随身印量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我执破了。我执破了，哪有相？着相没破执。啊，所以四果阿罗汉就真的没相。初果这个身呢是个麻烦事情。啊，六道都有身，身见，每一道都执着他的形象，认为他是他自己。啊，人执着自己身体，啊，畜生也执着他身体，啊，小道蚊虫蚂蚁他也执着他身体，认为那就是他自己。啊，还有更小的细菌，肉眼看不见的。啊，还是执着这个身体，那个身体很脆弱啊，啊，每一天都生死很多遍，啊，不执朝生暮死啊，生死，如果说跟着波动现象生灭的，有啊，不但有很多啊，啊，那个生灭现象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我们看弥勒菩萨的报告，那就是2240兆一秒钟。啊，这种生命业障重啊！啊，在哪里？在地狱。啊，地狱不是说一天一夜了，一弹指万死万生了。啊，死了再生，死了再生，那搞这个啊，我们看到科学报告对佛经上讲的体会比较深一点啊，是真的现象，不是随便说的。那么这是中天竺，就是现在的中印度啊，印度分五个区，东南西北中央啊，是中印度国人他们的习俗啊，认为32相是好相啊，啊，这个说法说得好。佛本立相而现相者，顺世间习俗故啊！啊，那么佛现相是因缘，这个地区跟他有缘的人，缘成熟了，可以接受佛陀的教化，能够依教修行正果，啊，佛菩萨一定出现。在这个世界啊，现什么样的相呢？一定要现跟这个众生同类身。佛要叫人，他要现人相；佛要叫天，他现天人相；佛叫畜生，现畜生相。啊，不现同类相，不能够聚在一起。啊，要度化他，帮助他，一定要现同类身。啊，所以在人间所现的这些人相，所以现人相呢，这些相好，啊，好相呢，通通在他身上都看到了。啊，这么多的好相，说明他的智慧，他的功德。多生多劫修成了啊，令人仰慕啊，所以现你们说32相好，他就现32相。
法界次第，下卷啊，法界次第是有上下卷，下卷这里面说如来应化之体，现此三十二相，以表化身众德缘起，圆满到极处了，是见者爱见啊，看到的人欢喜尊敬他，只有圣德可从啊，这是至少是世事修行的，不容易啊。那很多人失掉人生，来生就得不到人生啊，世事都能得人生，可见的这个人持戒修行啊，真精进啊，才能得到啊，人天众尊，众生之王啊，这就是指转轮圣王，故为现三十二相啊。那佛出世也有三十二相，佛的三十二相比转轮圣王三十二相来得殊胜，每一个相都现得很圆满啊，佛是无量劫来修行没有间断过啊，他是圆满功德了，所以他现的相当然跟转轮圣王不一样啊。人间帝王要实施，转轮圣王我看至少要拜师啊，没有拜师他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，那还有千世万世啊，那佛是不可数了，没法子说了，久远劫他就成就了啊。那么此三十二相，下面念老引用三藏法术啊，第四十八里面说啊，三十二种啊都说出来了。第一个足安平相，我们的脚心啊不行，你在地上踩个印子是弯曲的，佛是平满的啊，这个东西无法骗人了啊，佛的相，佛的脚心是平满的啊啊，足里面没有凹进去的地方啊。第二种呢，千夫轮下，这个足下了有轮的形象啊，有轮象，就是佛的这个脚心啊，我们有一些纹路，纹路都不整齐啊，都很复杂啊。佛有轮象，佛是圆的轮象啊。三，手指纤长相，手指细长，这是佛相啊。那么第四，手足柔软相啊，手足柔软啊，你要跟他握手的时候，你会感到真有这种富贵人啊，你跟他握手，他手像棉花一样软的。啊，第五啊，手足慢相，这个少见了啊，手指脚趾之间呢
有慢，就像那个鹅牙一样，它这里有慢，很细的慢，它连到的。那我们这里没有，那空洞的，这没有。啊，这个很少见。啊，这个手足软了，我们见到。啊，这个慢相没见过。啊，第六种呢，脚跟满足相。啊，我们的根，脚跟啊，足中啊，有挖进去的。佛的脚中是圆满的。第七，足腹高好相，啊，这是讲脚背，啊，脚背高，而且圆满。啊，串如鹿王相，啊，串是骨肉，就是大腿，啊，大腿扶着骨肉啊，纤圆如鹿王的，啊，这个也出生里头，鹿的大腿呀、啊、很圆满，啊，佛的那个圆满呢，就像鹿的这大腿一样。第九呢，手过膝下，手长过膝盖，啊，这也很少有。啊，那相传，传说了，哎，不一定是真的。说刘备啊，手垂下来过手膝，是吧？那么第十，马鹰藏相，啊，佛之南根密藏体内，啊，像马鹰，啊，这个马，你看，啊，它的这个根呢，它收在这里面，它不露在外面，啊。第十印呢，身纵光相，这是说高低跟两只手张开来呀、啊，它是平等的，啊，两只手张开跟它的个子高低是一样的，啊。第十二个是毛孔，身青色相，一眼毛孔。生青色之毛而不杂乱，啊，这个是也很难得，啊。第十三，身毛上密相，身毛之头右旋向上，迎佛者，啊，这个我们看我们的汗毛，我们的汗毛的时候。没有这种情形啊，他的汗毛一定是右旋啊，一定是向上啊。第十四，身金色相，身体之色如黄金也啊。那么这个金色的意思，我们能看出来，印度是生在热带的，热带的象啊是紫红的啊，这种颜色啊。那么佛的这个象呢，也就是这种颜色啊，深金色。金它还有一个表法的意思，就是不变啊，五金，金银铜铁锡，除金之外都容易氧化，啊，唯独黄金不会，啊，所以金就特别贵重，啊，所以佛的身相取这个意思好，啊，像金一样，它永远不变，啊，色相不变，啊，好看。啊，十五，长广一丈相，
佛身上有光，常光是不断的啊，他的光有一丈。我们现在画佛像，画顶上的圆光，还没有画身光。少数的佛像有画，佛的身光一丈啊，身方光明，四面各一丈的。第十六啊，皮肤细滑相，皮肤软滑者。十七呢，其处平满相，其处是两足、两掌、两肩及相中，就是颈子。这七处都平满，没有缺陷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这七处都有缺陷，啊，它平圆满，啊，这都是好相。第十八呢，两翼满相，啊，两翼是，我们这是这，我们这是挖进去的，不是平满的。佛的像这是满的，所以我们这一看跟佛就差很远啊。第四十九啊，身如狮子像啊，身体平整，威仪严肃，如狮子王者啊，这个雄猛的狮子啊，佛表现在外面的威仪啊，像狮子王一样。第二是啊，身端直相，身心端正，无逾曲者，于是驼背弯腰啊，这类的，他的身体端正正直啊。第二是一肩圆满相，两个肩膀圆满丰腴。二十二四十尺相啊，居足四十尺，我们一般人只有三十二个牙齿，佛有四十八尺啊。二十三呢，齿白七密相啊，牙齿白整齐啊，排列了很密啊，说四十尺啊，皆白净而坚密啊，这都是好相啊。第二十四啊，四牙白净相，这个四牙是讲这个牙齿里面的门牙，我们中国人叫门牙啊，这个最大的牙齿啊，白。颊车如狮子，两颊隆满，像狮子之颊。这颊是腮，我们讲这两旁边啊，我们这往下别下去，佛是圆满的啊，这像就好看了。嗯，那二十六，咽喉咽中津液得上位相，佛知咽喉中常有精液，凡事物因之得上位相也。这个东西真的，这不是假的啊。我们在经上看到佛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佛的心想最真最纯最干净啊，所以他吃的东西透波供养，有的时候碰到什么呢？碰到乞丐，这经常都有记载啊，乞丐看到佛了
想到佛那么伟大，我自己贫穷落到乞丐，没修福啊，把自己讨了累饭的时候供养佛，希望佛给他种点福啊，佛就接受过来把他吃完了啊。那有的是很难吃的，到佛的口里都变成上味，个人不一样啊！啊，佛是最圆满的啊，没有丝毫缺陷，所以什么样的东西到佛口里都是甘露，都是上味啊，毒药也变成甘露了啊，有这种能力啊，我们要学，不要有分别心啊，都是一样的啊，长久了就能得这个上位。我相信海贤老和尚晚年得到了啊，所以他吃什么都好吃，看什么都好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第二十七呢，广长舌相啊，这个舌相也很难见到啊，舌广而长，柔软细薄，展翅撑出来则覆面而至于发际，他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起来啊，舌头可以舔到头发的边缘啊，广长舌相啊，广长舌相是不妄语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三世不妄语，你的舌撑出来可以舔到鼻尖，三世不妄语啊，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很少啊。第二十八呢，梵音深远相啊，这是佛的音声，清净，凡清净之意，佛之音声呢，清净远闻。第二十九啊，眼色如甘清相啊，眼睛之色了如甘清者啊，我们中国人黑眼珠啊，西方人是蓝眼珠啊，印度人是称这个甘青色的眼珠是最尊贵的啊。三十，眼界如牛王相，就是野毛书生啊，像牛王，牛的睫毛长得好啊，佛的睫毛啊，也像牛王一样啊。三十一，眉间不好相，两眉当中有白毫，右旋长方光也啊，实际上是两根毫毛卷在一起，在这个眉的当中啊，好像一个珠子一样，其实两根白毫啊，白毫会放光啊，它能表法。三十二呢，是顶尘肉髻相啊，肉髻梵音无色念，翻译成中国叫肉髻，顶上有肉，隆起为戒行者啊，
好像梳头发梳在头顶上，啊，他头高起来的这一块，啊，那么也叫无间顶相。这个极放光，啊，有一些天人、菩萨想看看佛顶，啊，升到佛顶上去，看到他放光，看不到顶，啊，只看到光。啊，所以叫无间定相，啊，没有人能把在上面能把它看清楚的，啊，是其他经论与此大同小异，啊，说的32相，妄习思缘，依此缘故，众生生者，戒居诸相，不加修德。啊，问：具足此相，为花开后，还是将为前也？啊，是花界花开前，还是花开后？答：不待花开，是生的果。你只要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有。啊，那在此地，我们知道，佛说法。这是应机说法。实际上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身相之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，观佛的报身，佛的报身。不是32相，是84000相，84000表圆满，啊，大圆满，啊，身相有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随行好，每一个随行好放84000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里面。有佛菩萨在讲经说法教化众生，换一句话说，从一个身体就看到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上就在身相里头，啊，这是真的。极乐世界虽然有4土3辈9品之名，而实际上呢，平等法界。啊，怎么平等的？是因为阿弥陀佛48愿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得弥陀48愿加持，到那个地方就是阿惟越智菩萨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并没有说凡圣同居土例外，没讲。啊，生到极乐界，统统都是啊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，要搞清楚啊，太难得了，太稀有了。我们自己要修到这个地步，要无量界这个法门的时候，这一生就得到啊，不要去各受。无量界的辛苦啊，啊，一生就成就，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啊，佛劝菩萨，菩萨不相信；佛劝二乘，二乘也不相信。啊，为什么人天当中有人相信？还有畜生道里头、恶鬼道里头、地狱道里头。居然有相信的啊！这个信息佛说了，《大乘经》上佛常讲的，能够相信这个法门的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得到的、听到这个法门，能生起信心，就说明
你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你修过这个法门，你供养过无量诸佛，这一生当中遇到了这无量诸佛冥冥当中的加持，你升起信心，升起愿心啊，你在这一世缘成熟了，你就能往生啊，真简单啊，真信切愿，切愿就是我们真有一个巴不得早一天去往生啊，这样恳切往生的一个愿望，念念不忘净土，念念不忘阿弥陀佛，我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去，这个念头要强，强过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欲望。我们有个大欲望，就是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他就能去了。那念佛的功夫是你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，品位高下不要紧，那为什么呢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之菩萨平等的啊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这一句名号啊，阿弥陀佛了，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名号通通都包括在里头，你念这一句佛号通通念到了，一个都没有漏啊！一切经一切咒都包在这一句名号里头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你要是真明白了，真相信了，会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，其他全放下了。其实我全都念到了，我一个都没缺。啊，难得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海贤老法师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！这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。啊，家庭贫穷困难，没饭吃了啊，他要过饭，他爸爸要饭的时候被土匪打死啊，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要饭，家里没办法，20岁出家去了啊，是为生活逼不得已啊，家里少个人啊，让他母亲带小儿子，相依为命啊，他出家很孝顺父母，开荒种粮食，收成之后把粮食背到家里，寺庙跟他居住的家里100多里路，他走路背回去供养母亲，9年了没中断啊，到他小弟弟过世了，母亲一个人他不放心啊，把他母亲请到山上来啊，方便照顾啊，在他母亲在山上一住，住了27年，一直到往生，86岁往生，自在往生啊，在家学佛的好榜样啊，说走就走了，没有劳苦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啊，海贤跟我们做的样子啊，这个人凭什么？他有3个优点，一般人不能比的。
第一个有点老实，第二个有点听话，第三个有点正干。啊，师父看出来了，师父不是平常人。啊，能看出这个人是个法器，将来一定有成就。啊，那要告诉他一个好的方法，把最好的方法告诉他。为什么他不怀疑？他能接受。啊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。还附带说了一句，明白了不能乱说，不能说。那个明白了是什么？理一心不乱。理一心不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。明心见性了不能说。啊，为什么不能说？不是时候。啊，我们想到慧能大师，唐朝时候，那个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。啊，能大师得一钵之后不敢说，要到猎人队去躲15年，这才出来。啊，为什么？嫉妒障碍严重，啊，不能说。啊，老和尚这一句话就不是平常人能说出来的。啊，他知道他将来大彻大悟。啊，所以他的师父传戒师那也是明心见性的人，要不然他不认识，他说不出这个话出来。啊，那么我们照一般的状况来想，净土圣贤录、往生传啊，还有许多山志里面记载的，这些修行正果的人，啊，念佛，念到功夫成片，就能往生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有把握了。啊，这个时候那楞严经上下的大势至菩萨说的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现前是什么时候？是现在。阿弥陀佛你见到了。啊，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你见佛。一个念佛往生的人，在没有往生之前至少3次见佛。第一次是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送信息给你，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寿命，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见你，把信息告诉你，啊，你的心踏实了，不会变更了。第二次见到是你往生的时候快到了，多半是一个月佛来通知你，你好料理后事。啊，有长的3个月。啊，我早年在新加坡居士林的林长陈光平，他是3个月。啊，3个月佛给他约定时间。啊，日期约定时间。
到时候佛来接，啊，准时一点不错。啊，第三次见佛是佛带他走了。啊，佛带他走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断气。啊，他坐上莲花了，才断气。啊，所以都算是先前见佛，往生就至少三次了。我们要争取啊！啊，怎么争取？真正放下，啊，最真诚、最恳切的心求生解脱。啊，这个世界毫不贪念，万缘放下，啊，断恶修善。啊，弘法利生，做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叫成片。啊，不是说不做事，做事不会不相干，放在心上就不行了。啊，做佛事也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。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，要这样子行。啊，这一生成就啊，好啊，不能再等了。这一等，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。啊，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分，好不容易哦。这个缘不是轻易遇到的。你看这个是地球上70多亿人，几个人遇到啊，很不容易，要珍惜机会啊，把机会掌握住抓住，我一生成就啊，再不干傻事了啊，这干什么都可以，立誓练心啊，练什么呢？顺境不起贪念，逆境不生嗔恚，在境界里练我们的清净平等处，就练这个。啊，我起心动念放在心上，就不清净了。啊，事上有分别，心上没有分别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世上为人朋友跟大众相处嘛，他分别我是跟他一样分别啊，不标新立异啊，我随顺你们啊，你们放在心上我不放在心上，不一样就在这里啊。那么对海贤老和尚的功夫成片，我估计像他那样的性格，那样的禀赋，3年可以得到啊！3年往生的人太多了，那些往生人多半就得到这个功夫啊。佛来送信息，他就要求佛：“我的寿命不要了，你带我去。”佛很慈悲，就带他走了。啊，要不然哪有那么巧，念佛都是3年走的？那想不通啊！啊，是什么？是自己放弃了，不要了。啊，佛慈悲带他走了，在这里这才讲得通啊。那么没有去，没有去啊，没有要求佛带他去，或者是佛教他表法，多住几年，做好样子给人看啊。海贤就是这样清醒留下来的啊，要不然他的寿命，我们一般想也不过就70-80啊！啊，他的师弟82岁走的，妈妈86岁走的，也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啊，怎么可能到112岁？佛交代他表法，给他任务。啊，他修得好。啊，修得好就是完全生活在戒定慧中啊。
啊，他的戒就是传戒受戒的时候，三皈五戒十善，沙弥略依，啊，比丘戒菩萨戒，在受戒的时候听过一次，那是他年轻，他22岁受戒，那个时候受戒53天呢，在受戒期间当中，这些基本戒律老师都会讲一遍，带大家念经念一遍，他都能做到啊，一生不犯戒律，一句佛号得定，得念佛三昧，又何况这一句佛号里头就具足一切戒律啊，具足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，所以他得功夫成片之后，顶多3年到5年事业心不乱，再有3年到5年理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，我看他的爹估计他的事业心大概30左右，得理业心呢不超过40岁，得理业心他的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，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法的啊，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都是相同的境界啊，这一开悟什么都明白了，就是师父交代他后头这句话，明白了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啊，所以他对他的师父很佩服，啊，所说的都兑现了，啊，我们再看底下第五愿。生无差别愿，这一愿很重要我们看经文，断真境界习同一类，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成就，这一愿得了吗啊，我们看注解，在第五愿，生无差别愿，曰过中众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，往生去的容貌形色习戒端正洁净等同一类，若有差别及好丑之分则不成佛，所以极乐世界真正平等世界啊，这是一切诸佛都没想到的他怎么想到的，他曾经参观考察一切诸佛刹土啊，取长舍短，那么身有差别就不是好事情啊，身形貌好的且傲慢，形貌差的先生自卑感，这不生烦恼吗啊，完全一样，跟谁一样，跟佛一样，是大皆大欢喜，没有差别
啊，所以这一愿我们要重视它了。到极乐世界不是前面讲的三十二相，啊，而且是法性身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到极乐世界没有阿赖耶了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，转是成智了，啊，什么时候转的？应该是坐在莲花上转的，啊，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完全转过来了，阿赖耶没有了，啊，他这个莲花就是转是成智。妙极了啊！所以花开见佛无无生啊，这是讲花开见佛里面见佛，每一个人提升，大佛都提升啊，最高的提升到无生人的菩萨，无生人是第七地也。啊，七八九地是无生人的，啊，七地是下品无生人，八地是中品，九地是上品，啊，再往上去，啊，十地、十一地、妙觉，啊，极灭人，这最高的，啊，这是我们讲禅定功夫最高的。啊，所以花开见佛，好的能够达到七地，啊，那差的也不会落在初住以下了。初住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嘛。啊，又何况智慧、神通、道理平等。都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啊，通通是得阿弥陀佛加持，所以到那个时候才知道真正感恩阿弥陀佛了。不是阿弥陀佛加持，你要修到这个程度，那真的要无量劫。说此愿显示极乐个人，等同一相，等是平等。啊，相貌都一样的，无有差别了。啊，故谭鸾大师曰：“以不同故呢，高下一心，高下即行呢，是非一起，是非即起，常轮三有啊，三有就是六道轮回，是故啊。”阿弥陀佛考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这个这种事情，所以他心起大悲心，其平等缘啊，极乐世界人相貌、身心啊，乃至于神通道理，通通平等。世界。发起慈愿之本愿啊，不希望众生生烦恼，他有这么个办法，这是别人没有办法的，哎，他有这办法。下面一段呢，是第三章。啊，第三章啊，第六愿，俗命同愿。请问，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自知无量劫时俗命，所作善恶。啊，我们要到极乐世界。才明白了，我们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
干的是什么？全都明白了。在这一段里面，念老住得很长，啊，非常丰富。这一章说明极乐世界的众生具有弥陀第六愿，宿命同愿。啊，第七呢，下面这一愿是天眼同愿，与第八这一章里头有三愿，天耳同愿，啊，通者神通之见证，穷情神意所为不测了，为之神。啊，神这个意思啊，你看中国造字，中国人造字我记得我第一次80年代那个时候到北京去看黄念老啊，顺便看看赵普老，也拜访了宗教局。啊，那是叶小文当局长，就告诉我，是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。啊，我说我听说，我说神什么意思？那什么叫鬼神迷信？我说不是啊，你看中国这个字。你看中国人对神什么概念啊，这个神左面是个士字啊，士字它的组合要写篆字就很好，很容易看出来，篆字是个上字啊，上下的上字，下面有三条啊，那个上是什么？是上天啊。这三条是什么？垂象啊。为什么画三条？今天科学也讲现象，宇宙的现象把它归纳为三大类，第一个物质现象，第二个精神现象就是念头，第三个自然现象，有三条啊，上天垂象这三条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就是阿赖耶识三细相啊，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这边是身子，你用篆字一写啊，这三道关口这里通了啊，完全通了，通达宇宙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个人就叫做神。他说那这样是这无神的就想不通了。我说是啊。啊，与一般概念当中的意思完全不一样。啊，谁能够通达呢？孔子能通达。老子也能通达，中国历代的神仙通达啊，在印度释迦牟尼佛通达，释迦牟尼佛弟子当中不少人都通达啊，这神是人呐 啊通达这自然现象啊，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的，这称之为神。
神通啊！啊，神没有不通的，样样都通啊！啊，我们给他这样解释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佛教里头没有迷信的，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没有迷信。啊，那你说鬼神？鬼神有，我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啊，鬼神跟人一样，是一道众生，是一类的众生。这众生里头有我们看得见，有我们看不见的，不能说看不见的，就说没有啊。啊，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多。啊，那科学用仪器来观察，啊，眼界就打开了。啊，虽然大概还是看一小部分，还是没有看透彻。啊，所以所为不测，他们所作所为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。啊，这称为神。啊，所作无容，容是容思。啊，自在无碍，他没有障碍，这叫通了。神通有六种，啊，这是佛教的名词，称为六通，即虚命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与漏尽通。那么此六通中，第六为神。啊。指阿罗汉漏尽通，阿罗汉之前有前五通，没有漏尽通啊，所以前五通凡啊，一生一口得知，一生人不是人，天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啊，地狱道。也有能得到的三界诸天，皆可依果报而自然感得前面五种的神通，甚至鬼神也有小通，但不能得漏尽通。此漏尽通为圣者所证，须断尽烦恼方为漏尽，这个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必须把烦恼断尽，这个通就现前了。啊，有烦恼这个通不能现前。啊，实在讲这六种神通是一切众生的本能啊，不是修来的，本来的。修是什么？现在我们迷了自信，它有障碍，它不能现前。我们只要把障碍除掉，它自然现前。啊，本能啊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都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。经教里佛常说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。啊，心外无法就是一切法都是从心变现出来的。慧能大师开悟，哎，他就说出来。他五句话最后一句说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什么？整个宇宙。啊，是法佛法通通包括在里头。从哪来的？心生的。所以宗门有一句话说，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啊，这叫明心见性。
你只要明心见性，这个整个宇宙你全明白了，你没有丝毫障碍。所以佛教求学，什么时候毕业？明心见性就毕业了。没有明心见性都不能没毕业了。用什么方法？戒定慧三学。戒是守规矩。你不守规矩，你得不到定。得到定是定就可能开慧，开智慧。它是这么来的。那么方法里面头一个就是要信。信为道源功德母。那你不信就没办法了，你跟佛就没有缘了。而且要真信，要信得彻底，不能有丝毫怀疑，叫真信。我们修净土的一定要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这个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建立的。他怎么建立的？前面我们都到了。他是慈悲心特重，想帮助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。六道众生太可怜了，迷得太深了。帮助他们能够在一生当中都能证得佛果，可不可能？理上讲得通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就凭这一点，能令一切众生快速成佛。有的本来是佛，本来不是佛，那就麻烦大了，那就难了。本来是佛，要怎样帮助呢？要有个最好的修学环境。一般人修行困难，要长劫无量劫修行，都是环境的障碍，没有那么好的环境。所以阿弥陀佛知道，我一定要给修行人创造最好的环境。最好的环境让他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学习，他不生烦恼，那成就就快了，成就就踏实了。还要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麻烦就大了。他造这个极乐世界是为我们造的。他早已经成就了。他在那里住持。干什么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，在弥陀经上讲的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？经现在说法。这个话我们要记住啊，我们要去体会啊。佛教是什么？佛教是教学。那不教学就错了啊。戒定是身教，慧是言教，三业都在教导啊，身行言教啊，他到中国来，是中国帝王把他恭恭敬敬请来的，请来之后。跟我们中国这些儒道一接触，我们中国人佩服他，他教学的理念、教学的方法，我们全部接受了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，那就是用真诚心
用恭敬心，用清净心，你才能学得到。啊，你的心不真诚，啊，不恭敬，啊，心不清净，都没办法。所以学习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。成功失败呢，那就是老实、真干、听话。哎，能有这个禀赋，禀赋啊，好。这是什么？是圣贤的根呢，佛菩萨的根呢。你有这个根，再有这么好的学习态度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啊，海贤给我们表的法表的太好了，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农民出身，啊，他小时候就跟着大人父母在田地里头工作，所以他一生的专长是农耕，经验丰富。虽然没有读过农业学校，经验丰富啊。啊，出家之后。还是开荒耕种啊，因为在他这个时代环境不一样啊，在这种贫穷的农村里头，小庙没有人来烧香，没有人来供养，你怎么活下去？所以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啊！小庙里面有几亩田，不够啊，不够生活。开荒啊，山林、野外这些地没有主的啊，他就开啊。他的一生当中开了14片。荒地总面积100多亩，啊，种植粮食、蔬菜、水果，再种树，啊，我听说他一生种了10000多棵树，啊，那么这些生产吃不完了。他也不卖啊，把这些多余的粮食蔬菜供养贫穷的农家啊，生活有苦困难他都救济，才不是啊，这就内财外财通通有啊，圆满了啊，给别人做什么好榜样啊，这个出家人啊，到处救济穷苦啊，法布施、无畏布施三种布施，他都做得圆圆满满啊。学佛叫人念佛啊，就一句话，碰到人一叫，时时刻刻叮咛，不要把佛号丢掉。啊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常常劝导大家了，啊，他自己做模范，生活不离佛号，工作不离佛号，待人接物不离佛号。啊，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他心清净，所以他得一心不乱啊，他能做得到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啊。念佛不妨碍生活，不妨碍工作，
不妨碍应酬，什么都可以干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决定要认识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像一场梦。啊，你想想看，昨天过去了，还能回来吗？完了。是现在，现在过去了。啊，过去别想了，未来也别想，他没来，你想就大妄想。啊，现在，现在念佛就好，真妙极了。啊，接受他的教化，跟他学的人多。那我们净宗在最近这个20年之间遭遇了困难了，啊，多少人反对夏莲居的慧济会，反对黄念老的脊柱，啊，有人问我你怎么不反对？我说我不敢反对，为什么？这个本子是老师传给我。我要是反对的话，那我的罪名就确立了，被死叛道。啊，所以我曾经说过，全世界人都反对，我一个人还是照干。我不反对，因为我相信老师不骗我。啊，老师非常爱护我。啊，我也不是盲从，啊，我也是用了一番心血，在接受净土之前就30年，啊，我讲经教学60多年，啊，前面30年我对他有怀疑，啊，后面30年我完全接受了，啊，我说我接受从哪里接受的？我从华严。法华楞严，我把这里的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回过头来看净土，相信啊，不是迷信啊，也不是老师教我相信啊，教我相信的应该上上根人，我不是上根人啊，我还怀疑，一定要自己把道理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，我才死心塌地相信的。啊，感恩老师。啊，老师的劝告到后来起作用了。啊，随着神通。阿罗汉把见思烦恼断尽了，他还有无明烦恼，还有尘沙烦恼，啊，这个阿罗汉有，啊，他只断见思，断见思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，啊，所以见思烦恼一断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，好像做梦醒过来了，啊，醒过来什么境界呢？四身法界，啊，佛、菩萨、辟支佛、阿罗汉，这四种法界现前，这四种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六道呢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，他迷在见思烦恼，见是你的看法，全看错了。思是你的想法，也想错了，啊！佛教学把它归纳，为了方便起见，把见思烦恼分为5类。啊，见错了，第一个身见，啊，把身当作果，错了，身不是果，为什么？我是不生不灭的。
这个身体会有生灭了。要晓得不生不灭才是我。生灭不是啊，那是什么呢？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，衣服不是我，我所有的。我不愿意穿手可以换一件。人在六道里有尸体，六道里这个身坏了，换个身体。我永远长存了，这个要搞清楚啊。那么有人说，灵魂是不是我？灵魂是我，但是他不叫我，为什么？他迷惑颠倒，他迷了。所以灵魂这两个字有问题，不能叫迷魂。迷魂，孔老夫子说得好，他在《易系辞传》里头讲游魂，游魂为变。这个讲得好，为什么？它速度太大。你比如像我们在香港要到美国，他一年之间才得到了。他没有障碍，而且速度非常快。他没有身体。所以应佛家讲的灵性，就是自信，灵性生活。那学佛的终极目标的时候，就是你见性。你见性就成佛了。这个是我，要搞清楚。身决定不是我。决定不要随着身起贪嗔痴慢，那就造罪业了。身也帮助你修行正果，就看你怎么用它。你要善用好，是佛菩萨，是圣人。你要错用它了，六道凡夫。或者是三恶道众生，你搞贪嗔痴慢，那还得了啊？那不得了啊！所以这第一个错误的看法，《金刚经》上教我们上半部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绝对正确，这个看法正确。后半部就讲得更高了。不但相是假的，念头都没有。你看，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念头都不起。这对呀。第二个错误的边界，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相对、对立的。讲长就有短，讲大就有小，讲真就有妄。讲善就有恶，这相对的，相对是假的，通通等于零，这个世界没有相对，没有相对就告诉我们什么？是体，相对是分裂的，一体，具足万德万能，你讲善是一部分，讲恶也是一部分。都没有讲到全体，所以边界破这种执着，不再执着了，知道万法一体，万法一如，万法通通是自性变的。这古人说，以精作气，气气皆精。你从气上看不同，你从体上看完全相同。所以佛教我们要从相上去见性，那就对了。我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，电视屏幕是自性，屏幕上现的这个色相就是六道轮回，就是十法界。那现在呢，现在性相是融在一体，但是你要会看，这里头相生灭，屏幕不生不灭，你要能从相上看到不生不灭的屏幕，那就叫见性了，所以
相上不要执着，相上不要分别，就见性了。对于相上一见，马上就起分别，就起执着，这就是各造轮回业。你在制造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永远不会在你面前消失啊！你就是生死了之后，那个是迷魂，迷魂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灵性不在轮回，灵性是自性啊，这个要搞清楚，我们就样样放得下，我们要搞真的，不搞假的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那么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啊，他也是用阿赖耶识，我们用阿赖耶识用错了，都用不善的这一面。四圣法界人聪明，全用善的这一面，那就善悟。十法界里就善悟啊，四圣法界是清净啊，净。六道轮回是染物啊，染物里面有善有恶，善有三善道，恶有三恶道，三善道三恶道都是六道轮回没出去啊。所以阿罗汉修清净心啊，心地清净，没有善恶，他超越了啊，但是他还有分别，他还有无明，无明是起心动念，必须到不起心不动念啊！我们眼见色看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清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叫佛知佛解啊！起心动念就不是佛了，菩萨。有分别执着是凡夫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练练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叫真修行啊！就是要在屏幕上这个相里面啊，动画的相里面看出它不动的本性，这就成功啊！然后你对于动跟不动都得大自在，为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吗？啊，那是什么自然现象？自然现象也是假的，啊，自信里头没有的，啊，只有一念不觉这个现象才出现，一念觉这个现象就断掉了，就没有了。断掉之后是什么现象？常寂光。啊，所以你看净土法门最高的一层常寂光啊，完全融入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法身，就是一体啊，像我们房间十几盏灯通通打开了，光跟光融在一起啊，分不开了啊，这个时候智慧圆满了。为什么我还东西很多东西没有学啊，他们都学了，现在都变成光融在一起，所有人学的我统统都沾，都沾到光了，全都在我这边了，妙极了啊！啊，真正是无所不知啊，无所不能啊，啊，真的大圆满，这个时候才能真正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。时间没有了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空间没有了，没有距离啊，一片光明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！所以佛现前给我们看，佛从哪里来的？楞严经上说的，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，这讲得这么好，他没有来去，他没有跟我没有距离啊！啊，所有的一切佛菩萨
神明啊，一切众生给我们通通都没有距离啊。如果有距离，那个麻烦是他没有距离。所以只佛菩萨只是帮助我们回头是岸啊，回头从哪回头？从起心动念回头，别起心动念；从分别回头，不要分别；从执着回头，别执着了。那就是圆圆满满，本来是佛啊，回归到你的本位了，你真的大圆满。啊，这个里头学习啊，这其味无穷啊！啊，就是一部经啊，那么多经，那么多经都是一部经，一部经就包含一切经，你喜欢哪一样就要哪一样，任你评选啊！众生选我这个好啊，比他那个好啊，不知道是一样。到整个修入进去之后，哎呀，原来是一样的，所以才知道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你看一句阿弥陀佛都通了，那我再问，我念耶稣啊，能不能通？能通，用什么都能通啊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？法是没有障碍的，法法圆融。啊，所以大乘教常说，会的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所有宗教全是佛法，所有的神圣全是阿弥陀佛。不会的呢，哪一法是佛法？啊，华严、法华、无量寿经都不是佛法，为什么不会嘛？一分别嘛。你在这上分别执着吧，你不会吧？啊，那就把它变成世间知识去了，错了。啊，它不是世间知识，啊，它是不可思议，真正是微妙法。啊，你懂得这个经是微妙法，这个名号是微妙法，然后知道世俗出世间所有一切全是微妙法，没有一样不是微妙法。心开意解啊，得大自在啊，法喜充满。好，我们看底下这段，今应注意者。经中极乐众生所具之通，远超于经论中禅令、禅定等所得者。啊，这是念老提醒我们，我们得感谢他，很难得。啊，极乐世界。一切往生的人，不管什么品位，啊，上中下三辈往生，啊，九品往生，不管是哪一个等级，他们所得的神通，实际上智慧神通道理，啊，跟佛所说一切经里面讲的。禅定，他们都是用禅定得到的，跟极乐世界不能够对等看待。为什么？禅定是你自己的功夫，你禅定前身到哪个阶段，你能看到哪个阶段。极乐世界不是的，极乐世界是什么？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给我们的，所以啊。他就特别高，他到顶峰去了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然后是我们为什么感谢阿弥陀佛
啊，感恩他，那不是他。我们要从禅定当中修的，要修无量劫。啊，他这样一来的，这个真正是慈悲到极处，在西方给我们建立这么好的生活环境，修学道场。啊，极乐世界不是一个国家，它里头没有国王，没有总统。啊，里面也没有士农工商。啊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，另外一个十方去的学生，都是菩萨。啊，四徒全是菩萨，啊，大菩萨、小菩萨，但是一到那个地方，四十八愿一加持，一切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。你看，很像，但是不迷惑，不会认错人，人相貌都一样，不会认错。啊，而且每个人都有神通，能看得出你前世在哪里，你是哪个星球来的，你是哪一道来的，清清楚楚，啊，明明白，不会认错人。啊，我们这边麻烦，有双胞胎，样子一样，常常搞错了。啊，极乐世界不会，没有这种现象。啊，下面举例说，例如凡夫之须弥陀，能值不过八万劫。啊，经云无量劫之何也？这不一样啊！啊。凡夫的神通是讲天道啊，天有欲界天，欲界六层，色界十八层啊，四禅分为十八层，无色界四层，他们这个修四禅八定。啊，最高的，他们须弥陀能知道八万劫，那八万劫以上的他不知道。啊，极乐世界人神通比他们高的太多。啊，我们今天修升天难呐，比到极乐世界还难。啊，我们升天能升什么天？欲界天。欲界天的神通没有到八万劫，大概一个劫都没到。你能知道个几百世、几千世的这个能量。啊，不是很多，不是无量的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所得的神通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啊，所以盖以极乐众生仗佛本愿力，而居大乘不共之土，故远胜于凡小。啊，凡夫小乘不能比啊。啊，是真解，这是日本净宗的祖师。啊，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就叫真解。啊，他那里面说，小乘前无同，没有漏尽同，前面无同，唯一四根本定修得的。啊，漏尽通呢，以四禅位置中间及三无色。啊，这个三无色就是四空天，无色就无色界天。啊，这个执无色定，文中三字，
或为四字之物，这是因为四禅啊，四空啊，四空它是有四个等级啊，它不是三个啊，就是四空天啊，四空定，生四空天啊，盖八定者，乃色界之四禅，与无色界的四无色定。这是小乘人修的啊，所以他定中境界有限。我们今天讲的不同维持空间，我们人生活在三度空间，比我们高明的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现在科学证明有十一度空间。啊，十一度空间应该到欲界天了。啊，越往上面去，能量越大。啊，但是决定不能跟极乐世界的相比。啊，极乐世界它全通的，它那个通的能量跟诸佛如来是平等的。啊，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。啊，大乘以一切禅心能知，今此经所说，大义于彼说。啊，跟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都不一样。啊，一切人天皆以佛愿为所依也。极乐世界一切人天都是阿弥陀佛本愿为依靠，故云阿弥陀如来本愿力为增上缘。啊，四赞里头也说三明自然成佛愿，须臾合掌得神通，他神通得来太容易了。啊，三明六通，啊，三明跟六通是一个意思。啊，三明是佛所得到的，六通是菩萨阿罗汉所得到的。啊，所以三明自然成佛愿，成佛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须臾之间立刻了，合掌就得神通。这个神通跟佛的神通没有上下。其容通于有漏禅为所依也，故彼国天人之通，非修得者，他不是修得的，他没有修禅，他得神通了，啊，而且神通了，确实超过一般修禅，啊，是不待修而自得成就，又不同于诸天报得无同。啊，升到天上就有无同，它是果报。啊，升天就得到，但是能力都有限。啊，乃以弥陀之修德为因，依如来愿力而酬得安然安乐自然的报德，是以胜于长途之报德。啊，比一般修行所得的超出太大太大了。故要及云，不于四经律中而修神通因，直视彼土任运生得之果报，不亦乐乎。
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读到这些经文，对这些经文深信不疑啊，我们愿心增长。这一生当中，就办这桩事情，求生解脱啊，其他的别人都不沾啊。在这个世间，只要普通的日子能过得去，就快乐了啊。像印光大师所说的，海贤和尚也讲，衣只要穿得暖，饭只要吃得饱，不必挑剔啊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足矣，多快乐啊。所以我们应当要修净土，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有成就啊，有成就就是决定的生净土啊，这是成就。生净土等于成佛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